哦，我肚子好饿，都没钱了，每天就只能回家了。不行，回家会被打，被我阿妈打。我阿妈她超凶的哎，去你家了。拜托，我自身难保不好，我爸也超凶，会揍人哦。哎呀，听说你们很饿，我刚好有一些面包，怀不饿，请你们吃。先吃，先吃，先吃。对了，我叫阿杰，我也常来这里玩，他们都叫我杰哥。杰哥好，杰哥好。这个人好奇怪哦。我的帐篷还蛮大的，欢迎你们来玩。如果玩累了，就直接睡，没问题的。这个人有点好奇怪。对，他本来就是个奇怪的人。我常常帮助一些翘家的人。如果你们要去的话，我等下去超市帮你们买一些好康的。哦，有吃的，好，杰哥，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就跟你去哦。好啊，没问题，那走啊。欢迎来到我的帐篷，我的帐篷还蛮大的，对吧？对。那我们就进去吧。随便坐，随便坐。好。哎，当自己家，没事，随便坐，随便坐。杰哥不要，杰哥不要，杰哥不要啦，杰哥。嘿嘿嘿，你还挺弱的嘛。嘿嘿嘿，杰哥不要，杰哥，杰哥不要。怎么这么久没见，你还挺弱的嘛，杰哥。不要。